嗨，伊森、弗兰克，你们好呀！想不想和我们一起踢球，一起学数字呀？啊，不是啊。太棒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伊森，快去球场中心吧。啊。弗兰克，你站到球门前面去吧。伊森，你从篮子里选出一号球吧。伊森，把一号球传给弗兰克。弗兰克，不要让一号球进球门哦。伊森，再试一次，这次我们选二号球。太棒了，伊森，你进球了！哟呼，太好玩了！弗兰克，轮到你喽。弗兰克，选三号球。弗兰克，把三号球传给伊森吧。哇哦，弗兰克，你进了第一个球耶。弗兰克，我们来踢四号球吧。弗兰克，把四号球传给伊森。弗兰克，这次没进球哎。伊森，你想打破这个平局吗？伊森，这次选五号球吧。伊森，为了胜利，快把五号球传给弗兰克。没关系，伊森。我们今天学到了好多数字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今天真是有趣啊！伙伴们，下次再见喽。和迷你卡车学习。嗨，伊森，你好呀。呀嘿。伊森，我们今天一起学颜色，射气球好吗？太棒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们用弓箭来射气球吧。啊，绿色。啊，准备，发射。哦。伊森，射得漂亮。哦，黄色。哦，做得真不错。红色。啊！呜！啊哦，没关系，再试一次。
很好。蓝色。伊森真棒。伊森今天表现得真不错，学到了这么多的颜色呢，一起来总结下吧。绿色、黄色、红色、蓝色。今天太有意思了，你射箭真的非常厉害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